怎么投资赚更多？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成为投资达人。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股市达人。财经关键晚报股市达人由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郑瑞宗提供。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听众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财经关键晚报股市达人，我是代班主持人费平啊。现场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在股市当中带您赚钱的股市达人郑瑞宗郑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老师好。飞鸿哥好，飞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今天呢看到这个盘势哦，昨天如果听众朋友有听这个 Amy 跟老师的这个节目的话呢，昨天 Amy 说好像股市的这个当中的这个投资者们有一点点失望，不过今天大家好像特别的开心，今天的盘势特别的不错诶。老师是啊，那一来美国的四大指数都反弹向上，对哦，然后雅股表现也都不错，对，包含道琼 S&P 500指数哦，日本、韩国、上海，嗯哼，都已经创下波段的新高哦。哦，那台股呢？昨天看起来好像就是表现都很不好，对。那其实因为昨天下午有公布一个新闻，就是说国安基金开会嘛，对，就决议说他们要退出市场哦，因为阶段性任务完成，完成了。那这次护盘的时间又是史上最久，对，蛮久的。那其实股市也都很稳定嘛，其实没有道理就留在市场，是，嗯，所以昨天就宣布要退场。嗯哼，那其实昨天盘中的卖压哦，有一部分其实就在反映这个部分哦，因为大家预期说要开会，应该就是会退场，对。哦，所以这个利空等于是昨天盘中先反应之后，嗯哼，那公布完说要退场，今天反而股市就涨上来，对，而且哇，今天涨幅是有越涨越多的趋势哦，因为目前我们录音的时间是11:59，今天又比较早录音哦，是是是，那指数目前是涨143点左右，对，哦，那刚刚最高是涨157，最高来到15962点，嗯哼。那这个点位它也顺利的就是超过了上个礼拜最高点是15951、oh. 那今天也创了波段新高嘛。OK, 对。好，那所以其实前一个礼拜我们是 Amy 在主持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聊到说我认为16000不是问题啦。没错。因为成交量这两天今天预估有超过2500，然后昨天是2539亿。嗯哼。那基本上只要有量是价的先行指标嘛，嗯，对，量都上来了，嗯哼哼，代表人气没有退，对，那如果说市场真的那么差，人都跑光了嘛，那就奇怪了，量一直上来，你说指数能换到哪边去，又不是说下杀取量，嗯哼嗯哼，所以它是在一个盘整的末端，然后成交量越放越大，那当然搭配国际股市的表现的话，我认为这个应该很快就会上去了，好的，万六不是问题，而且之前扯大盘后腿的台积电，嗯，在这几天股价打到大概季线的一个部分哦，是，然后昨天打到季线，今天就开始做一个反弹嘛，哦耶，哦，所以呢，对于这个指数影响最大的台电，如果说都开始反弹向上的话，嗯，那台股下个礼拜16000，我认为应该是可以看得到，哇，所以这部分是就大盘的部分，好，这是大盘的部分，给大家一个方向，嗯。那就盘面来说，还是持续一个轮动向上的格局，嗯。那比如说我们前面也跟大家聊蛮好一阵子的观光股，有，那雄狮是连续两天的涨停，是2731的雄狮，那2748的云品今天也是喷出涨停板，是的，那之前我们就提到说雄狮其实在过去三年防疫的时候，嗯哼，那业绩真的很可怜，对，真的从超过20亿的业绩到剩下几千万，哇，那差好多，就是真的差很多，嗯，但是因为它是上市公司，所以其实他们因为上市募了很多资金，嗯，所以营运的资金得以支撑这三年的空头嘛，嗯，OK, 但是中小型的旅行社其实他根本那老板自己的钱那撑不到半年嘛，对，所以很多中小型的旅行社过去三年都倒光了，对，没错，所以他们就变成寡占，嗯，那寡占那现在大家报复性的出游，报复性的出国，报复性的在国内旅游，所以生意就一直上来，从几千万就跳到十来亿，哇，
那下半年这个有可能就回到疫情前的一个水准。OK。所以这个本益比就因为变成寡占，本益比会持续做一个这个提升，所以股价就一直往上走。是。那云品我说它是饭店股中的 IP， 不止自己的饭店的生意预期下半年回到疫情前的水准。是。同时他还帮人家代管饭店的这个业务比如说以前有一个叫王朝饭店的，对，现在改名叫做什么什么什么城西饭店，什么什么西饭店，就是那个环亚饭店，对对，环亚那边，对对对，那业绩说成长三倍啊，哇，真的，所以这种代管业务就是说，他收你管理费，对，还有营运上的分润，嗯哼嗯哼，所以跟 IP 股一样，就是几乎是稳赚不赔嘛，是。所以这两块业务同时成长，那也难怪今天股价也创了新高。嗯哼嗯哼，所以这些都是其实我们之前就跟大家帮他追踪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趋势对的股票，嗯，那可能创新高整理完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又再创新高，是，所以重点还是要买精品股了，对，好。然后另外一个非常强势就是军工股的部分，对，因为这两天我们就提到说美国25家军火商来台湾洽谈合作，是，那应该是预期五月初会来，嗯哼，但是股价已经先发酵，对，因为呢，台湾过去军火的根本就因为说是美国的捆龙锁，嗯 哼，根本就不能可以做外销，对，没错，那现在这一次乌俄战争，跟中美局势的紧张，对，那世界各国军备的这个生产都非常的紧张，因为就供不应求嘛，对，都缺货嘛，嗯。所以呢，美国也拿开了台湾的军工生产的捆龙锁，嗯哼，竟然愿意让美国的军火商来台湾洽谈武器的合作事宜，哇，不容易。所以也就是说，看起来这是政策做多，然后中美、这个台美都有共识嘛，对，它会成为全球军工产业可能成长最快速的国家之一，okay， 台湾的部分，嗯嗯嗯，政策也做多嘛，是，所以大选前政策做多的股票基本上都是强势的，都强的，对，所以像是今天包含雷虎合成又涨停，有，那宝盛光今天股价大涨7%，是6517，嗯哼，那它也是受惠军工题材，对，股价这一波是从66块。一个月的时间涨到154块半，涨了超过一倍，翻倍啊！对，那但是我说150这边已经不是60几块了，所以其实也不鼓励大家再去追高，uh-huh， 因为毕竟操作上比较有风险。是、okay， 嗯，所以我们就说会有一档宝盛光第二。那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公开的讲，就是说3441的联一光，联一光很有机会成为宝盛光第二，嗯哼，因为它的光学镜头产品跟宝盛光技术。产品几乎都是雷同，嗯，都差不多 level， 是，那去年赚2.5块，没有差宝盛光3.8块太多，嗯哼嗯哼，而且呢宝盛光是因为打入无人机，对，从传统的光学镜头厂变成军工概念，嗯，股价才能飙一倍是以上，嗯哼，那联一光也打入无人机，嗯，所以它也化身为军工概念，哦，那今年估计如果说可以赚超过4块钱的话，对，3.8块的涨到150，如果今年可以赚4块钱的股价不到50块钱、嗯，欸，相对来说，嗯，就有很大的比价的空间，对，没错，所以，嗯，如果宝盛光现在是70，你去买，那当然空间就大嘛，150的空间可能就不大，没错，但是呢，相等同于当初60-70块的宝盛光的联一光，嗯，是，有同样的技术、同样产品、同样的题材，嗯哼，后面就会有机会，哦，所以今年在大选年，我认为政策做多的像军工产业，对，跟另外一个能源股，嗯，都是政策做多的主流，是，因为一般来说啦，大选年不就要筹措一些选举资金，对呀，对呀，所以大家都会这样子看，就是说那。想要筹措选举资金，就是从政策做多的产业，嗯哼哼去做多，对，最容易嘛，没错，是，所以市场都会这样子讲，嗯，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当然我们就不予置评，嗯，但事实上就是说，大选年真的政策做多的股票真的很会涨，真的啊，所以你看那个能源股，嗯，因为台电一来四月份涨价嘛，要涨价了，对，涨11%嘛，嗯，对，那前几天政府也说各部会要投入760亿，嗯哼。强化电力的系统跟储能的相关的系统是，嗯，那台电呢又有一个5000多亿的强韧电网的这个案子，嗯，持续在进行当中，是，所以相关的商机未来这几年就是一路往上，对，所以华城电机呢这个去年赚3.21亿，嗯哼，这波涨到102块，对，102块，嗯，所以本益比呢其实已经来到3几倍，是，好，那1529的乐视绿能，嗯，去年赚0.31亿，嗯哼，
那你想说赚三毛钱能涨到哪里？他今天创了新高，来到这个36.55 36.55 OK， 所以这个就是本益比这是多少？那不就超过百倍？是超过百倍。嗯，然后6806的深威绿能，深威绿能啊，对，那去年赚多少？赚1.14。嗯哼，股价呢今天涨到110块，哇，这也是创新高。是。所以你看就是说能源股哇本益比怎么越来越 高、那当然就是说本益比反映未来的展望，对，大家认为能源股不止今年成长，恐怕未来5年到10年都是成长。好，因为台湾就是要废核嘛，对，那核能电厂好像陆续就是都已经要关起来了，关起来都除役，然后他就要填补这个能源的一个缺口，他就要比如说火力发电或者是气田共生，或者是天然气，对，或者是太阳能，或者是风电，风力，所以然后电费越来越贵，那所以那个相关的公司呢就生意越来越多，那获利就越来越好，哇，所以反映就是说，如果说复合成长率越高的产业，本益比往往都最高，所以大家在操作股票要有这个观念，好，获利越稳定的本益比越高，好，那复合成长率越高的本益比越高。好，那目前能源股其实就是它过去获利就稳定，那现在又变成一个高成长，所以本益比你说刚刚怎么会有就是深威能跟乐视绿能本益比都已经超过100倍了，我想就是在反映这个趋势。哦，明白。所以有两档股票我非常看好，就是未来的补涨空间很大，一个是8926的台积电。台积电，对，那他其实旗下的子公司就是有电厂，然后卖电给台电，对，然后也有做一些这个台电的一些电力的相关的工程，那发电的部分，因为动力煤在过去这一年其实报价跌了不少，对，所以发电的成本下降，所以毛利率就往上，好，然后。台电又涨这个电费嘛，对，所以可预期的卖电给台电的这一些电厂，那电费可能也都售电的价格可以都跟着涨，对，所以成本降低，这个报价往上，对，那当然这个毛利率就会越来越好，是的，所以去年赚1.54块，股价目前45块，就本益比来说，人家100倍的，他这个来个30倍，其实也不算高，对。但今年看起来可以赚到3块钱 ，OK， 那本益比就很低喽，所以像这种股票，其实它就很有机会，而且现行上呢，它是沿着多头的架构在往上走，对。那目前沿着五日线在往上，这个只要一根补量，随时都会过高，随时都会过高，所以这种是很标准的多头走势，好。那另外还有一档能源股，就是我说6538的昌河。昌河，那它是做太阳能的网板。嗯，然后三月份营收呢是大增的46%。是，好，所以那可能有人说，那前两个月可能过完年啊，营收比较低，所以成长率比较高。但是它这个三月份营收不止创成长36%，还创了过去30个月的新高。哇，代表就是说它的营运真的又要进入到一个新高的全新的成长的阶段。那主要当然就是因为今年太阳能客户拉货相当的积极啊，强劲的成长。因为不止台湾啦，然后日本、中国、美国、欧洲，对，所有太阳能装机都持续的成长。嗯，所以这块业务会成长速度相当快。好，那去年赚4.57，对，那今天股价来到了大概110块钱上下。那深威能也是差不多这个价格。深威能去年赚1.14，股价跟昌河差不多。昌河去年赚4.57，赚一块的也100，赚4块多的也100，那是谁比较高，谁比较低？没错，我想就是说昌河可能就被低估嘛。那今年就会赚到7到8块钱，所以相比来说，我认为昌河的股价有机会被整个族群持续往上做一个推升。好，所以台电跟昌河，我认为股价都是低估的精品股。好。然后再来记忆体我们也追踪蛮久，就是说我们看好是4967的实权嘛，实权，因为四月份 server 的订单应该就是美国的微软，会做一个新的一个拉货，是，那不排除带动营收一个倍数的成长，对，因为最重要的是 Samsung 在上个礼拜就宣布说他要减产记忆体，对，
它是全球最大的供应商，嗯哼，它减产的幅度会很大，是，那供给一旦紧缩，报价就会上涨，对，那报价上涨也就是三星要的嘛，因为它要改善它自己的获利嘛，嗯，那大家当然同盟齐会嘛，是，所以如果实权营收可以跳得很快，嗯，那报价如果又往上的话，那 EPS 就会三级跳，对，所以今天股价是所有记忆体股里面最强的，大概涨了大概3-4%上来，哇，好，那记忆体中独强，是因为它后面其实业绩的表现会很好，很好，好，那另外一个持续看好的当然还有电动车，是，其实资金一直在这几个族群绕了，对，好，那电动车今天最强势的两档股票，一个是华孚，华孚股价盘中差一点点要亮灯，最高来到94.5元，一样又创新高 ，OK， 因为二月份赚大概4毛多，三月份一公告单月份获利又是0.49，哇，所以大家算算今年大概5-6元是有机会的，对，所以股价就一路涨到快要这个已经快要来到100元了，嗯哼。那28的联宇，那三月份营收跟华孚一样都创新高，它还没公布单月份的获利了，我相信表现也不错，对，那股价今天也来到新高67.8元，所以其实分盘交易也影响不大，嗯哼，所以虽然说我们之前买49卖在66元附近，对，那赚了35%，嗯哼，那目前手中没有持股，但是我对他的看法是没有改变，还是看好，好，所以后面有机会我们会找机会再做操作，没问题，因为分盘交易就让它稍微整理，目前是第五天嘛，嗯哼，那 maybe 未来几天会有机会又会好买点再做一个介入，好，然后过去IC 设计股一直都是台股最热门的主流之一，那常常它只要一涨起来都是市场最热闹的主流，是，那我认为这一组四月份要开始来做一个留意，好，因为最近有一档股票叫4968的利基，它很特别，它去年第四季是亏了0.92元，那二月份营收又创了近2-3年的新低，新低，但是股价最近很奇怪哦，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就是业绩这么烂，怎么股价一下子从120元不到喷到169.5元，对耶，好，那主要是一来，三月份营收呢大增了30%，代表开始脱离谷底，是，而且上礼拜法人圈就传出说他在中国大陆手机那边有拿到一些新的订单，估计会带动下半年的业绩成长 ，OK， 所以股价一口气就V 型的喷出哦，所以呢，告诉我们就是说 IC 设计股现在的优势就是说，因为它的股价都在过去1-2年的相对的低档，对，股价位阶低嘛，嗯哼，那营收的基期也低，因为都经过大概1年的营收的调整，业绩都已经见底了，然后开始做一个反弹，所以呢，一旦有利多，那股价上来就很快，因为这一组常常就很容易吸引人气，没错，所以呢，这个 IC 股再来应该都有相关的类似的机会，好，那我们最新买进2档设计股，一档第一档营收谷底已经过了，三月营收大增35%，对，那他跟联发科旗下的达发，密切做业务上的合作，对，那包含电信的领域跟工控两个领域，一起开发新的产品，对，第二季呢工控新的订单会带动营收，估计会成长50%，所以营收谷底了，那会有新的订单，那股价也在相对的低档，对，这边就有机会做一波的大涨，跟利基一样，好，那第二档设计股呢同样营收谷底也刚过，三月份营收呢成长虽然不多，只有10%，对，没有那么多，但是它创8个月以来的新高，是因为2、3月营收都已经持续性的往上，嗯，然后重点在于就是说，不只是营收脱离谷底开始往上，而且估计第二季会有韩系大厂新的订单，这个订单规模应该不小，嗯，那业绩会3、4月份持续往上，5、6月份会更强，好，那预期大概到第三季营收会回到去年的历史的高峰，嗯哼。所以呢不止脱离谷底，而且要开始快速回到高峰，好，所以这一类的 IC 设计股有机会跟利基一样，谷底过，新的订单业绩往上跳，股价都有机会做 V 型大涨喷出的条件跟机会， 太棒了，好，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就持续帮大家发掘，好，数字上表现会非常突出的金明股，嗯哼，给大家操作上的一些参考跟建议，好，那最新两档 IC 设计股的话就是我们目前最新的布局的重点，所以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的郑老师的选股是觉得深感兴趣，是很有信心的话，那我们这两档 IC 设计股我们会给大家10个名额，10个名额，对，那如果来电输入通话密语52168，或者是在我们 LINE 上面留言52168，那就可以在这两档设计股里面选一档
设计股、嗯哦、让你知道它的买卖点。好，所以说听我们不要忘记了最新老师买进的这两档 IC 设计股精品股系列的好股票，听我们今天有十个名额，只要呢你来电说出我们的通关密语52168，或者是在我们的 Line8 当中的对话框留下52168，这两档股票你可以选其中一个让您带回家。心动不忙行动，赶快加入，赶快打电话进来。也谢谢郑老师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费平，大家拜拜。亲爱的投资者们，想跟着我们的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进场来布局我们的 IC 设计类型的好股票吗？老师准备了两档好股票，都是精品股哦。第一档呢，营收谷底已经过了，三月营收大增 35%、啊、目前股价呢在低档，渴望大涨啊。另外一档呢，营收谷底也是过了，三月营收呢创八个月来的新高啊，都有大涨喷出的机会。听我们这两档股票，如果你想要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的话，今天老师提供给大家十个名额，这十个名额只要来电说出我们的通关密语52168，或在老师的 Line8 上面留下52168，就可以呢把其中一档 IC 设计的新标股带回家了。赶快打电话进来，02-23628000，02-23628000，听我们也可以加入老师的 Line8， 小老鼠 Star Master S T O C K M A S T E R， 小老鼠 S T O C K M A S T E R， 打电话进来哦，02-23628000，02-23628000，说出我们的通关密语52168，赶快加入财经关键晚报股市达人，由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郑瑞宗提供。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